赛第一场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，左边的是十六，右边是静静、土田、费正三爷。好，好，又蓝眼开到，反倒石头直接打到，又千刀没伤到，又不被吹到。好，这边并没有补攻，直接跑掉。那肯定就是进入了跑酷模式啊。哇，还没喷啊，没喷完。又是吹到，好，继续跑。是的，就跑，什么不管，就是跑。平分又吹到了，是的。好，吹完我又跑，蓝眼没砸到，一个平分，继续拍。也没拍到，走位上，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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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关灯了，关灯了，那只能被打了。好，千刀超到，千叉，预判千，预判千刀直接超到了，好，一刀没打到。好，现在就控了，直接 A 到。哇，这个无限连吗？直接带走了，直接带走，相当漂亮。大乐丸，可以的，一个手长，一个手短。看您操作了，好，一个平飞直接推到，绕的相当的漂亮，对的。好，一千刀没插起来，对方直接替身。身份这边怎么处理呢？好像还是跑，补还是补攻起手吗？哎，拍，但是没办法接了，不能接了。这边感觉到十六岁给自己压力挺大的，最近你基本上都是技能把刀摆中的，都是被打中那一刀。好，白眼直接没打到，石头砸到，好，又补 A 到。哎，直接补攻失误了，补攻失误一下，平飞没踢到。好，普攻飞到，好一个人，一个影子杀到，一个千刀直接杀到，好一个补 A， 继续补 A， 补 A， 还是补 A， 好平哥一个替身，一个千刀 A 到，到这很悬了，直接大招，没有大招，直接两个小技能大招，可以的，相当漂亮。这边开始大卡上场了，对的，他那个大卡玩的怎么样？对，这奥义点还是握得很紧，都双方都会握，都没有舍得放大招，对的，是的，因为一个大招肯定保存的场，这狗没有中，没有命中，好，那么对方一个蓝雷切。一个替身，替身了。这替身要有点尴尬。老年人替身有点。好，非常尴尬。好，直接带走。好吧，那替身有点晚了。对的，是的。那么大咖对阵大主，这边就是跑过了，来可以推过去，直接打到，并没有组合。那两个人是基友的关系，好像。对的，只是一个长大的，一个是小的。好，这个发现火没打到。哎，狗狗起到手，这狗狗又一出来了。好，直接命中。又要被打一套，对的，好，一个补攻，二套补攻，好，三套补攻，好，再接蓝天，一个蓝天，最后是一个替身，哎，这也没并没有插到，好，一个狗狗放过去，狗应该中不了，好，一个八连火直接命中，然后一个补攻接上去，十下无限连，好，第一套，第二套，第三套，相当的稳，好，相当稳，好，先一个一套补攻躲了一个喷火，相当的漂亮。那是不是那什么水烟？来一个大招，直接带走。Nice， 非常果断，相当漂亮。恭喜十六岁拿了第一场。对的，可以的。但是我们这边打的肯定还是很悬的。第一把并不代表这一场胜利是到底是谁的。而且一到比赛的时候，十六他就会特别的严谨。嗯，对。就是有那种聚精会神的感觉。是的，是的。我想对他的对手进行来说也是蛮大的压力。我感觉他现在思考策略有没有？对的。刚刚是怎么输的？怎么回事？是的，是的。好，不过两位选手都要继续加油。哎，我发现一个特点，就是十六岁每一次比赛都是一脸不屑的。都是不看镜头的，真的，一脸不屑的看着往外面看。好，有两个 S， 还有那个大五爱罗大，还有卡东。看静静，看静静先搬。这把是相当的。那这把也放出来了。对，放出来了，验一个。啊，直播音，大娃。可是他可以抢两个。对，还在考虑。他要抢谁？他抢大咖。对，应该是选的话，应该是卡尔西。然后这边就是放个手第一场，让你抢一下霸体，看有没有拼一下霸体。要把卡尔西放第二。这是很好的小细节。好，六元里还有一个。六元里跟一个五爱罗。他们选一个鬼鲛。好，这把啊，没有吧？选到一个除魔，除魔也相当的。还行还行。但是除魔配钢索的伤那是不错的，确实不错。打一号位的话，把这方面豆全部打完，基本上就很容易打的。那就看他怎么配合运用，怎么操作他的排序吧。是的。现在现场的水龙卷、土著放、地洞、豪岩师，好，运转排序。我觉得钢索放后面一点比较好，有比较稳一点吧。但一般情况下，要是我的话，我肯定放第一的。这么刚？对啊，一把健身斧很容易穿伤的。没斗情况下，钢索真的摸到你就死了，摸到等于死。
哎，他怂了，静静怂了。对，十六岁还是说怂，就是策略的一个。对，策略线的换了一下。那现在十六岁是赛点了，拿到对的。好，现在是我，现在是西京二的第一把的第二场。第一把第二场。对的，是静静对阵十六啊，静静在左边，十六在右边。是的，那也可以看到他们小心。没抽到，倒没抽到，笑到了啊，现在没了。都有啊。没事好，现在没斗了，相当尴尬的一个，直接被削掉了。对，还有直接命中，那相当的亏了，那就进了晋级十强了。上手，好一个普攻，如果汤的话就还不汤，相当的稳。还有大刀放完，直接大刀，相当漂亮。带走。打法还是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。就你前面说的，这样除魔把这个豆给打掉了。对，因为这个除魔相当的稳的，打自然也更好打。啊，这东北里这小野山非常困难啊，这个重要打到又中了，还要被打一套，还要被打，那只能继续只能打一套了，应该啊。是的，这应该 A 不到吧？出了一个保护。啊，一个除魔，哎，中了，哎呦，底纹是相当的漂亮 ，nice。好，普攻跟上去，哎，出现一个自动 A。失误了，对，失误了。好，一个冲击掌直接打上来。啊，这边没有豆怎么办？那这边上那尴尬了，这只能被暴打一顿了。对的，还不用放大招呢，直接用两个小金直接带走了。好，大球过来直接带走，球跟人一起带走了。哎，这波有点伤了。对的。好，现在剩下一个扎野，看一下我们静静怎么操作了。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忍者了。直接把他们金角躲了，直接带走，相当漂亮。怎么办？没有奥一点。对，只能放一下手机了。太烦了。只能放一下手机了，一套带走了。如果这一个大招，十六进步，哇，带走。恭喜我们十六岁获得虚境二第一把胜利。哇塞，果然不负众望，十六岁这边12-0静静。他前面那个。好的，谢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半决赛的第一轮精彩对决。那我们再一次有请两位来到舞台，有请静静，有请十六。朋友好，你们握个手，然后到台下稍事休息。谢谢二位的精彩对决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半决赛的第二。